订阅分享小铃铛，给喜欢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，给不喜欢的你第一手最讨厌的消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肉肉，今天是我们的七蛋复健治疗室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给我们一个赞，顺便留言分享你的心得。如果你是肉粉的话，现在先马上给我按一个赞。OK， 今天一样是我们的老朋友肉肉先生哦。那今天这段影片呢是抢鱼，那肉肉先生说提供了两段很精彩的影片，让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有多精彩吧。OK， 好，一开始呢，这个现在的这个分数是2070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哈，这个肉肉先生今天还是一样拿的这个新手枪落叶啊。这个队友是有水桶，然后橘色 Zap 跟红双，敌队是有四番 Zap 狙击跟这个真枪哦。现在这个抢鱼一开始呢，就是破完鱼以后马上先拿鱼，这算是大忌啊。你还是要先看一下这个队友的这个状况哦。我们现在目前看到我们这边倒了一个人哦，然后先用炸弹牵制一下，先把战地都先拿回来，先把 SP 开出来，然后敌人一个来 ，OK， 哇，不小心吃到粘弹啦。好，现在我们倒二哦，对方可能会进攻一波，看一下现在状况，还好。OK。好，走右边哦。这个场地其实是也是蛮可怕，因为就是我现在站的这个肉肉先生站的这个位置，也是会有人直接冲上来，或者是从上面、中间，总之就是感觉不好攻也不好守啦。我觉得就是团队合作还是蛮重要。OK， 鱼现在还是停在中间的位置哦。现在对方倒一，我们也倒一。那先是把这个莫凯先开出来哈，应该会比较好进攻。好，敌队来了。OK， 现在怎么样呢？这个狙击是不是要先抓掉？好像有人跑到家里来了，先帮敌人。对，nice。糟糕，哎呀，可惜。哇，我看现在这个，现在这个战地中间这样子，我们好像算是比较弱势哦。OK， 敌人现在好，然后呢？鱼现在 OK， 刚刚这个是饭团有吃到吧？好。是不是可以进攻一波呢？先到前线去看一下，先占个好位置，抓一下，抓一下，抓到吗？好，没有被发现。OK， 先丢两颗。OK， 被发现。Nice， 先拿到一个。好，莫凯刚好出来，刚是有点小危险，但是还可以。但现在目前鱼算破了。OK， 有办法，这边抓到一个，解救，解救一下，解救一下。OK， 他刚好。超弱被打下来，可以上去吗？可以上去吗？哦，有点危险。哦，糟糕糟糕，现在这样了，75-80还可啊。OK， 水刀开出来，好，停在中间，粘弹 rush， 左边应该还有两个，四番，啊！哎呀，这个瞄准不行不行，哦，危险危险。好，到高处看一下。现在有一点小闪啊，好像没有到跟队友配合的很好。但是战地也还可以，阿宇呢？已经被送到下面。哇！好，这边有一个。OK， 队友直接从中线拉下去了。好，这边要怎么进攻呢？要用双饭团流吗？一个，两个。OK，nice。哇，现在倒二，现在有机会。OK，nice， 哇，全倒，哇，天啊，这个非常精彩。Nice， 机会来了，先往前冲一波，51刚好。OK， 小推一波还蛮不错的。好，接下来怎么样？现在要飞吗 ？OK， 不飞哦，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一飞，然后就全倒了。那其实队友可能就会直接那个，因为鱼还是很看时机的哦，就是一个时机。好，先把战地先都抢一点回来，然后把地图一图，这样子队友会比较好防守跟进攻。后面有一个 ，nice， 好，这边也挡下来了，就开始丢一些饭团，先用饭团的方式来克制一下。OK， 木卡开下去 ，nice， 1-1，好，现在算是卡在那边。哦，队友已经有一个先冲过去哦，那个水桶，哇，很嗨耶。好，这边应该还可以飞，看起来是正常的。是
是先把鱼线好像几哎比较好像几乎都集中在左边那边哦，我们从中间上去跑下去，先把鱼带圆，要被抓到了 ，OK OK OK， 最起码先卡在敌人家 ，OK OK OK， 哇，我们的队友，哇塞 ，nice 哎，哇，这一局的队友还蛮糟，哇塞，三杀，好，18秒应该有机会哦 ，nice nice nice nice， 直上了直上了，鱼带圆 ，OK， 大哥一个 OK， 卡在那个位置还不错。六，但是还是不能轻敌啊，还是要防守要做好，因为有时候你可能飞。OK， 现在鱼卡在右边，他会跳下去死吗？他不可能。下来，收掉。Oh, nice！ 哇，他刚刚拿到那个站在那里的位置有点尴尬，因为他也不能潜没，他也不能摔下去，算是被牵制住，还不错。这一局看起来还不错，就是也不是说到太冲了，但是就是整个场地的观察还 OK 嘛。哦 ,14, 有杀到这么多吗 ?OK,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场哦 ,2190, 也是有点高哦。我们这一边是这个黑皮，然后钢笔跟 Rapid, 还有落叶，然后对面是灰枪 4K, 然后52吧 ,52 跟钢笔。其实不值得破哦，也是比较死。观察一下，现在 4K 是在右边吗？对，在右边，有点危险哦。然后先丢个饭团贺主一下啊、哦，避战一下。虽然吃到了，但没关系，好，现在莫凯有了，先开莫凯，给队友一个机会。然后，哎，左边钢笔，哦，倒二了，两边都倒二。下怎么打呢 ？OK， 下来，抓到吗？哎，手太短了。啊，鱼来了！喂！哇塞，哇，鱼被偷了一点点呢。56是还可了，因为这个场地我自己也是蛮讨厌的，说实在的。我钢笔在左前方啊 ，4K。哇，糟糕，现在有点尴尬，怎么办呢？挡下来吗？后面有一个 ，OK， 好像在刚有莫凯没有被狙掉、哦，危险，现在有点危险。哇，55哎，这个不好打哎，啊，糟糕，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不行啊！还是要等队友啊，因为毕竟我的手又这么短。糟糕，危险！哦 ，nice！ 哦，这个走位是还不错，这个对枪还不错。哇，糟糕，27。通常玩到这里就会觉得这一局应该是无望了啦，糟糕了！哇，打呢？哦，已经有一个队友杀到前面去了，会不会可以吗？哇，哦，定 ，OK， 现在往前推到65了。队友推到65 ，nice！ 啊，只带掉一个。应该是有机会。如果这一波有好好打到的话，推过去应该安全吧 ？OK， 还 OK。4K 在上面，这个时候就真的很好用，因为现在冒蓝球，抢到一个 ，Oh nice！ 机会来 ，Oh nice！ 啊，30。糟糕，现在很危险。这种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在高地，所以现在这种时候是很尴尬。就是你又想推进，但是又要先杀敌，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冷静。哦 ，nice。好，先开墨甲，后面有一个。
抓抓，上面有一个钢笔 ，4K 有机会吗？先冲再说。哦 ，nice！ 呜呜呜呜 ！nice ni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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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。好好好，现在一分钟哦，有机会哦，稳住稳住。哇，这个我觉得对方应该是比较强的，我们算是刚好抓到那个制胜点哦。因为有时候你还是会遇到敌人是整个队伍的平均分配是强的，这时候还是先把地图一图哦，让这个防守会比较好防守。就是不要让敌人可以绕背啊，或是趁虚而入啊，就是自己家里的地的那个面积跟比例还是非常重要的、哦。当然不能太龟啦，对。哇哇哇！糟糕糟糕！哦 ，nice， 抓到一个。啊啊！到他爆了，他爆了，剩16秒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4 3 2 1哦，碎，收掉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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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eah， nice， 哇，不错哎，哇 ，nice nice nice， 对，所以就是怎么讲，这个落叶确实也真的还是不错用啊，这个双炸弹可以看准时机丢，其实是蛮好的一件事情，哇塞，15哎。这一局竟然有输，应该就是助攻啊，几乎都是助攻吧。哦，不错哦，肉肉先生最近这个复健的效果感觉还蛮不错的哦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如果有不一样心的话，也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哦。哎，刚好他这个模式到了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复健治疗室就到这里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，给喜欢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，给不喜欢的你第一手最讨厌的消息。